慧眼星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红的那个，在这儿，南美的上空。上空对。嗯，它有离地面多少公里啊？500多，也是500多公里。慧眼是不是中国第一个？一个空间天文卫星，或者叫 X 射线天文卫星。嗯，对我们这个外行怎么描述这个东西呢？那最近5年有什么最兴奋的发现什么？可能就是引力波。嗯，相当于是物理学爱因斯坦的预言里面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嗯，原来的你探测引力波啊什么都是间接的证据，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挺激动的。那你们觉得成为一个好的天文学家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素质？这个不是我们的。小刘说呢，女生直觉好，你觉得呢？想法新奇吧，大胆创新。那所以张老师挺天马行空的。张老师想法是很前沿的。但是我们家被拆了，已经好像来我再看一眼去。这今天 Back to Future 是吧？那如果当时张老师跟我说我怎么穿越到回到那时候，那后面已经没有楼了，我已经几十年没回来了，我已经初三16岁，那我已经三十年没回来了吧？对，我们家被黑洞吸走了，过去的家。师哥，你的感受呢？感受。这集想拍什么？这集想。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其实，是90年代初嘛，正是那种大型对撞机是在占据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从小都是受的一个科学梦的教育，然后我的同学们很多就在那个高能所工作嘛，所以对我来说，它一直是一个我的生活中的平行的存在。但其实我也从来搞不清楚高能所是干什么的，所以今天我是不可能第一次去那个地方，也不一定，好像就97年写那个封面故事的时候，好像去过一次，找过一个老师，好像我都不敢看，太可怕了。就我完全是个科学的门外汉，还每天描述科学。我25年前。例子就是我曾经在淘宝上买个东西，嗯，那人可好奇了，他就问，嗯，哎，你们这是不是这个休斯顿？啊，这里是休斯顿。我说我们不是。你说这里是玉泉路。对，我跟他说的就是这里是玉泉路。其实平时大家都不在这儿。那所以很少这么聚在一起。对，很少。我们实际上每天可能就一个人在这值班，这几位都是值班的主力。除了值班的人在这坐一天，大部分时间坐在自己办公室分析数据，找找这个过去软件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提高的地方，甚至还经常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微信群里面解决大家的各种问题啊，技术支持。对，并不是说非得每个电脑前要坐一个人，但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这些导演真讨厌，真搞这样。现在在谁？聊着呢，哎，张老师，欢迎来到高能所，正在跟我科普呢，和青年的聊得怎么样？对，挺开心，挺开心的，挺开心的。对，哎，您正好在，想问你，因为每个职业有他创造力最辉煌的那个年龄段，比如化学家多少，物理学家多少，天文学家最辉煌的这个黄金时代是岁数，就是30岁出头左右，是吗？30岁左右。对，但是天文学家持续的时间稍微会长一点，就对我来讲是一件好事。都学这么久。因为天文学它需要的积累比较多，有点像那种某种历史学科的感觉，就它的经验起作用，我们叫做存档数据的研究。但是最有创造力的这个年代，这我觉得始终是没变，就是30-40岁的时候，所以他们是最有创造力的。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要敢于说来批评我们。那种过去的这种观测者那种冒险感，你说发现相对论那个，你要去非洲去看那个日全食，像那个探险家一样那种观测感，现在也都没有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实验室还需要弱点那个，比如说我们在四川稻城，4300多米上面，在阿里5100多米上面建。我跟您去上那儿，那太有意思，感觉。那一开始的时候环境还是挺恶劣的，嗯，真正在那工作人那是很辛苦的。我们实验室就是不断的，整天有人去值班嘛，他们还好，没有让你们到卫星上面去值班哈。他们倒是期待，我觉得我问他们想去穿越到哪儿，他们都想去穿越，都想去看看黑洞，都想去穿越。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降落在目的地机场，
本机还将滑行。在这儿基本的行动指南就是慢走，然后慢说话。先给老师。好好好，没事没事，我还能撑得住。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吸氧。啊，真的？那您来这么多次？我在我们那边的西藏羊巴顶那块4300多，我还站着还打乒乓球呢。那咱们今天约你打打乒乓球呗。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10年前。对，海拔太高了，树林跑刚才是太那个了。我觉得在这儿的话呢，推导公式推导不下去，就是这个脑子会运转的不是太好。那这次拍摄好啊，是一个胡言乱语的，在这儿不能吵架，吵架不是你跟不上我，就是我跟不上你，咱们俩都会对不上。对，到时候你们几个都吸一下吧。没什么吧，他们还是还好，我看着。还好，他们那不是显得我们老了吗？这不能这样啊！不是这样的，但我看的话，你们俩没什么很大的这个。我还是坚持住，预防一下还好。我必须得用，我还在开着会呢。来带可以带走。你先一边吧，您等。不，我得看看这会儿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关了，我声音关了，没问题。否则整个会场就是听我在给你讲这个。哇，风景好不一样，对不对？啊，太舒服了啊，就心情就会特别好。你看这个机场看起来，还是很科幻的，像天文来客，对对，像一个飞碟从远处落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很科幻的。这个就感觉我们是坐着这个来的，是吧？我没有额外的意见哈，我就是，来听专家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回头去落实。我这边信号也不是太好，所以我就说这么多，好吧？谢谢。这地儿特别好。这公园是吧？谢谢各位专家，非常感谢大家。再见。会议胜利结束。太好了。一心二用的这个张老师，这会议顺利结束。哎呀，还行，而且顺利，而且圆满结束。专家组对我们的发展计划非常满意。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科学院的重点实验室，要把它升级成国家的重点实验室。不仅仅是我们的卫星，而且就是我们拉手，他又建了一个世界纪录。明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是这个实验室主任了。他们这个院的领导对我表示感谢，说当老师明知自己不能，当，而且这个实验室越快通过，他越快，被免掉。我说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说我已经挣扎了多少年了，不想当，你们都不放过我，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尽快的能够不当。不当之后您最要干嘛呢？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做科学研究，推动的理论的研究，这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们的理论和别人的理论太不一样了，我们被打压的太狠了，不能当成我吃饭的东西。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研究我们的大脑如何审美，如何理解什么是美。美对您来说，美和科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所有的那些科学公司都追求简洁、优美，对，包括我看那些调查说，那种好多大数学家一定是不管多么穷，一定是风景特别优美的家乡。对，这实际上还是挺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哥白尼提出来这个日心说，实际上是他的审美观起的作用，就是他是认为以前的太复杂了。那么爱因斯坦更不用说了，很多大物理学家就迷这个对称美、简洁美，就迷得不得了。但他们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这问题就来了，这个自然难道真的就遵从了这样吗？我觉得未必。我们想要追求的、理解的是自然的规律，凭什么自然的规律要和你的审美有关系呢？自然还有复杂的、不简洁的那一部分呢。它的美反映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不同的人为同一件事情美或者不美又去吵架，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看这个艺术品没有任何感觉，有人跟我们讲了一通之后，就哎呀好美啊。发生了什么？
这里面一定有底层的科学，嗯，我们没有搞明白，嗯，那我就很开心了，对不对？这我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自己去解决好了，到时候就可以分析为什么亚丁这么美了，是吧？所以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业余爱好，甚至于比我那个黑洞的那个业余爱好我爱得还狠。就是你也不在乎，比如这个行业人觉得这个你这两个研究都很业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黑洞理论，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我的美学理论，我只是特别开心，我又理解了一点，我又理解了一点。如果这个爱好你不拿它吃饭的话，你就会比较开心，就比较开心，因为你没有压力，所以我就特别的自由。我做的是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至于我能不能解决，那也不一定，对不对？但至少这问题是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就做它。李先生最早的时候推动我们做宇宙线嘛，就是到山上去做嘛，因为我们国家那时候的其他科研条件不好，我们就有山，所以就到山上放一些探测器，然后所以我们也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做下来了，所以某种上这也是何先生的遗产，某种意义上啊，对对，也是何先生的遗产。其实我觉得这种石头感已经很像科幻片里面那种感觉了。我们走在路上说好像火星啊，对啊，说一个外星人哈，对，如果飞过我们这个地方，说这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墓地？对，但也可以说是墓地哈。所以这些高能的粒子，它最后被我们接收到，死在我们的探测器里面了。好诗意啊，这么一说的，说起墓地来又没那么为外星文明修的墓地。比如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探测器了，探测器是吧？这就是一个探测器了。这个粒子穿过我们这个探测器，它会发光。这个光的这个信号就在这收集起来。这些信号最后都传递到中建的那个实验大楼嘛。都在那个地方把这信号收集起来。你看这样的探测器非常多，一共多少个？得有几百个？几千个？几千个？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大的鼓包是什么呢？又是接收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粒子，它实际上探测器是在下面的，其他的一些穿透能力比较弱的信号，比如说电子啊，或者说质子啊，都给它过滤掉，剩下的一种我们叫做缪网信号，这种信号它很特别，这字念什么呀？缪就是缪缪是吧？缪子对缪论啊，缪子，它穿透能力非常强，在国际上就讲高能量的伽马射线，就只有我们这儿能干的，其他地方都干不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区分出来了，前两天刚发生的一件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大质量的恒星爆发了，然后产生了一个黑洞，就是这个阵列观测到了有史以来能量最高的伽马射线。那个时候我们的慧眼卫星恰好是在这个上面，那个信号被我们的慧眼天文卫星也接收到了，我们又特别高兴的，这是第一次我们的卫星和这个地面的设施同时观测到了一个事件。以前都各自吹各自的牛，但是我们可以一块儿吹一次牛。这个要是何老师知道，肯定开心死了。何先生知道，肯定对。哎呀，哇，太神秘了，太神奇啊！那观景台在那边，我一会儿走上去，那视野会好一点。我挺想这么爬，你们行吗？这你不敢爬？一定会爬。你一会儿抱着吧。不用，你爬着都。你不要拍出我们，我们就不这样，我们就没事儿。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在吸氧，就我们两个吸，对不对？我们慢慢走上去。真的有那么夸张吗？快一点就很喘吗？他们肯定是应该试试跑一下。他们老吓唬我。等那小心点，咱们上升一下。对，还是要慢一点。你慢点啊。还好啊，没那么不喘的，他们就忽悠我们。对我们做出喘的这个姿态来，氧气袋呢？没有，这不算太高，所以这看起来就很稍微有点远，有点晕，有一点晕，爬一上来。对，所以我们是无数个土包接收这个外太空的信号。
所以凡是落到我们这个圈里面的每一个粒子的生命，它都是有意义的。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我们给它记录下来，让他们的意义都彰显出来了，否则他们就浪费了。所以你看，我看那霍金那说多有意思，望远镜去看遥远的太空，接受都是他们过去的信息啊，那都是多少光年以前的信息。所以我有一次在南京大学做一报告，我那天报告的题目叫做宇宙考古学。多好，说太对了。我们看到的越远的宇宙的光线，就是越老的宇宙。嗯，我们不就是在做考古吗？对吧？大家就笑起来了。其实就是嘛，对吧？对，所以你看这些形状也符合考古学的，是吧？也符合考古学的。对，宇宙考古学。对，对，是的，是的。绕过去很麻烦吗？很远吗？也不是很远，就从那个门走过去。那咱们绕一下呗。对，走过去。啊，马上。可以了是吧？要不然我们就准备端着走了。哎，帮我们开一下是吧？哎，开一下啊，谢谢。赵老师。好的。哇，这个风是有点大哈。对。风有点大。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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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哎，这挺舒服的一下子。我觉得挺好，这个温度也是比较合适。对。哎，找到一个好地方啊。是不是比我办公室要好？嗯。对，成为天文学家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但是小时候，你想，因为我看过一些资料，您小时候在驻马店的生活，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庭什么气氛呢？其实特别怀念，说实话，特别怀念在哪儿呢？就是不用上学。当然，大人的那种焦虑啊，我们作为孩子其实不太感受得到。孩子就是玩嘛，玩嘛。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问父母的很多的一些很幼稚的话，为什么炒鸡蛋的时候加那么多菜，为什么不能全部是鸡蛋？因为不理解嘛。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性格影响大。都是知识分子。我父亲他是山东大学中文学中文的，所以我的语文的话呢跟他很有关系。他小时候逼着我背东西写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后来坚决不学文科，就是被记忆，小人记忆，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逃离父权，是吧？反抗这个传统。对，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上面更重视的还是理工，学会数理化嘛。对。我看您说最初是希望可能上个师范做个老师就好了，十几岁的这种人生的设想，这是我父母一直跟我这么说的，一直跟我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下乡，下乡之后表现不错，然后再推荐出来，然后就想师范，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出路了。然后就听说考高考了，记得那时候我正在那玩泥巴，在那玩，然后我想我爸骑着自行车就到了，把我抓到自行车坐上，说现在恢复高考了，回家读书去。哇，这么戏剧性啊！抓了就等我一下就太有意思了，开始读书，然后就回去恶补了一小阵哈。这个我父亲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特别想让我上军校。要上军校，但是呢，我妈和我姨不想让我上军校。所以你爸你妈这件事冲突的。但是我爸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密谋把我的这个报考国防科大的这个第一志愿改成了清华工程物理系。您的命运是这么被决定的。是吗？但是我是，所以我说我从来不后悔任何事情。既然是这样就那样了，而且我是特别容易被人忽悠的。我们专业是做铀浓缩的，然后这个老师一讲这个专业有多重要，原子弹靠这个，核反应堆原子能，这个中人类的未来就是靠这个，所以就激情洋溢嘛，然后就觉得特别好，特别好。而且这我上中学的时候，由于这个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获得诺奖啊，就说我华人给我们中国人争了最大的面子的就是他们几个。他们几个当时是超级明星啊，超级明星，而又都是高能物理。对，所以中学的时候其实有这么一个梦想。然后呢，我这个读完了博士，在英国，我就想，我在中学的时候这个梦想是不是咱们可以圆一下，我就做了高能物理。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将来就是要做一个物理学家，或做一个，就是这个未来志向是清晰的吗？还是我不知道，就是您读大报一的时候能想到您今天做的这个职业吗？
就完全想不到嘛，完全想不到，对不对？我也是完全想不到，嗯，但只不过，嗯，我们那时候不需要想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工作是包分配的，嗯，所以我的未来，我规划也好，不规划也好，都是确定的，嗯，甚至于明确的知道我大学毕业都要分到哪个核工厂，啊，是清楚的，嗯嗯。但是到了我要快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可以考研究生了。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我不适合做工程师。怎么意识到的呢？为什么？因为也就实习过，也就看过。嗯，就好像觉得和自己想的原来想的这个在深山里面、沙漠里面那个科学家做事情不太一样，没有那种浪漫主义精神。对，没有那种浪漫了，觉得在工厂里面就是那样了，就觉得不一样，思想不够安分。就和老师讨论，然后这个他觉得空间物理比较好，他觉得那个东西很牛，他动员我到科学院去读空间物理。嗯，考完了之后哈、啊，咱细节就不说了，要说别人就说今天吹牛吹得太多了哈。总而言之，吹一点吧，吹一点吧，有限吹就考完了之后，我当时报考的那个导师就建议我说，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来，这个何泽慧先生这个地方比我这好，比我这好。他就是何先生，不就属于那种英雄式的那种科学家？对对，英雄式的嘛，对吧？就是眼睛一亮，所以就来了。后来也去，包括去英国留学，就是单位派出去的嘛。嗯，其实我觉得特别幸运，在我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嗯，83年、84年嘛，就那会儿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对、新的东西非常的多，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远远比清华大得多，嗯，远远比我原来以为的我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得多，整个视野一下打开了，是吧？对对对，我觉得是，觉得也是特别幸运。哎呀，太有意思了。嗯，然后我们换个，他就觉得风太大了，感觉慢慢。对，咱们去，到时候去楼上去办公室吧。走上去吧，从这儿走，那走。哎，嗯，这个刚走，你上去，二楼。这个走楼梯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嗯，尤其是坐地铁，我每天坐地铁走爬那个楼梯，我就特别喜欢，嗯，一次爬两节。我觉得你的状况非常好。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呀、这啥都是体力活，最后。我是平时都是站在这工作的，站着工作效率更高。主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很重要。其实一个小秘密，我这个站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经常有人会过来找我，当然都是有事儿的哈。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来，我不会请人家坐下的，我就站在这儿，对方也站着，一般人没有我能站，所以事儿说完就再走了。你要坐下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很重要，减少一下这个。这多少年了？这个工作习惯？我大概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腰肩盘这个以前老坐对吧？腰不好，那一段时间就非常严重。后来我就琢磨了一下，我这个是个力学问题啊。站起来的话呢，它就这个应力分布就比较好了。站起来解决了这个时空扭曲问题。解决时空扭曲问题，对对，这个应力分布会比较好一点。哇，最受欢迎的。有时候寄到办公室的就放这儿，寄到家里面就堆在家里面。所以你在黑板上还要做这些公式，啊，就是有人过来要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讨论一下就是了。这黑板是我们典型的想象中的科学家工作的感觉，就我们啥也看不懂，不知道在说弄什么。我是对办公室的要求就是要有个能够站着工作的桌子和一个黑板，其他都不重要。这些不记得都是跟谁讨论的，反正讨论完了就完了。赵老师想坐哪边都行，你选坐哪边都。包括何先生他们找你回来的时候，对，你什么感觉？因为简单来讲，在美国你到了天花板。我特别想做 NASA 的天文卫星的首席科学家，但是 NASA 明确告诉我说，不加入美国国籍就不能做。我的未来就这样了。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带研究生一直到退休为止，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就能看到我退休那一天，我为什么还要活到退休那一天呢？就是在这种纠结
当中，恰好我的老师邀请我回国工作，干这个不远卫星。嗯，这个也折腾了很多年，终于把它给弄上去了。所以您回国是因为这个而起，某种意义上。对，这是主要的。另外一个，因为我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呢，讲的东西全是欧美人的成就，嗯，你心里呢，很酸。理解理解，正常的文化自尊嘛。我说我这一代人的话，精神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可能改变不了这个问题。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改变这个局面，使得我们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对于宇宙的认识，我们的贡献能够在教科书里面能够多一些。其实我当时很感动一句话，就是他说每个人每代人都要成为下一代人的垫脚石。哎，你说是对的，踩着我们可以往上更好一步。所以曾经包括美国科学杂志的记者来采访我说，什么时候是张老师你觉得你可以放心了？我说我觉得是当我的学生的学生能够唱主调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嗯，我们给你的理想主义加点烤串儿。哦，是吧？我开心，大家一起吃啊！所以这是我的，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这个都不需要筷子，下手就行了。如果你们不觉得我们不够文明的话，哈，没事。没有没有，这足够好了，足够好了，已经超出我的需求了。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坐在一个特别大的桌子上面，那种最烦了，是吧？我这种场合非常多，但是我是竭尽一切的能力来躲这个东西，而只要有人邀请我说，出去烤串，或者地摊，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是，咱们以后就这个风格，在黑洞里弄个烤串。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咱们就不讲究了哈。不，咱不用讲究，就不讲究了，咱们特别开心。你怎么开心怎么舒服，总哈。那目前为止哪个是你觉得是可能留下来的？有些人觉得我对于黑洞的性质的认识，比如说如何测量黑洞的自转，这件事情是我和我的两位同事都是华人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个方法现在已经进入了很多教科书了哈，那不已经实现了吗？是不是以后永远这样呢？那不一定。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做的事情，那时候是觉得很牛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不算什么。真正的我觉得比较牛的东西哈，是由于我的学生，有一天他就跟我说：“那张老师有一个天体干了一件什么奇怪事情，咱们慧眼望远镜是不是观测一下？”我说：“你这太不靠谱了！以前你让我看的都是坑，啥也没看着。如果再丢一次人，我说我可能这个事情没有地方再丢了，对不对？”结果就做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怎么跟我们这种门外汉解释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呢？我们发现了快速射电暴是来自于一个中子星。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比较牛呢？以前不断的发现这种现象，但始终不知道是什么天体来的信号，甚至于包括霍金觉得可能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所以这事儿就变成了天文界的一个未解之谜。结果没想到这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是来自于就是他所让我观测这个中子星的，这就变成了这个大事。2020年的科学杂志和自然杂志，他们各自发布了当年的十大科学成就，那真厉害，共同的，那真的很厉害的，一下子。所以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得相信年轻人创造力比你厉害。所以这点还是受 liberal 那种气氛。我觉得是对的，你得给他机会。